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魏德胜。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感想，因为我今天其实心情蛮紧张的，因为要把真正我们完成的作品要放给大家看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我们呈现的方式这样子。那不过我在这边，我真的有很多的感谢哈、哦。那个今天在场有很多。原住民部落的精英，还有那个艺文代表，还有那个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不断被我们骚扰的这些天使们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那我们事后发现，我们在编列这些名单的时候，经常会漏东漏西。那如果有意外漏掉你的名字，请见谅，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哈。那。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我有时候会常常有很多的抱怨，有很多的愤怒会出现，但是，因为我在当下，那现在我已经离开那个当下了，我没有愤怒，我非常感谢。那所有的过程跟刺激，帮助我们从做出一部电影的故事以外，我们也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拍片人的一个故事出来。希望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的电影，以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。各位部落来的老人家，我是 Sediak Doda， 我是吴敏博雅，吴敏的小孩，博雅的小孩吴敏。谢谢你们今天能够。你到底是谁的小孩？我很紧张。这件事情我们也救不了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是主持人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到底你是谁的小孩？吴敏博雅。吴敏博雅。博雅的小孩叫做吴敏。所以你是吴敏。吴敏博。你爸爸是博雅。对对对，我们对对。你真的有演这个电影吗？有。OK， 继续。很高兴。紧张。很高兴部落的老人家能够来看我们这部《Sediak Ballet》，也希望老人家能够喜欢。然后也看到很多电影人在这里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谢谢魏德胜导演给我这个机会，也谢谢郭董可以投资我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罗刚西木瓜啦，我是罗美玲，我的泰雅族名字叫做有贵无道。那我们刚刚从威尼斯回来，现在头还有一点点晕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待会看电影的时候可以放松心情来接收，就是。魏导即将给你们的一切，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
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田中千惠。现在感觉好热闹，像过年一样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《赛达克·巴莱》。然后看完《赛达克·巴莱》之后，如果你觉得好看，请推荐给你的好朋友，然后进戏院支持《赛达克·巴莱》。谢谢。谢谢哇，非常流利哇，连中文比马志祥还要流利哈、啊。谢谢，非常的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志伟。哇，真想不到可以站在这边，我自己都不相信，连我爸爸妈妈都不相信。真的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台湾的荣耀，台湾的骄傲，台湾加油！蒙欢喜乌卡了，我是温岚，我的原住民太阳名字叫永爱哈用，哈用是我爸爸。确定哦？你确定？再想一下。我是泰雅族，我们今天大队才从威尼斯风土生这样赶回来，带着一份很感恩的心，也希望你们今天看完也一样跟我有感恩的心，一起支持赛德克巴莱，谢谢。